艺人王世贤代言线上游戏，一身帅气黑武士服，挥舞着长矛，搭配古装美女潘慧茹的浪漫演出，让他显得特别帅气。有别于其他游戏的代言人都是青春偶像，王世贤认为自己是中年男子，代言游戏很意外。多少应该有坏点蒙甲所致吧。然后我拍摄的过程，导演就蛮喜欢我的名字。王世贤坦言，拍古装戏是很大的挑战。代言武打游戏之后，他开玩笑的说，现在徐克也可以来找他拍戏了。不过他也透露拍武打戏时的辛苦。我刚刚看到那个刀是1:1的，每比一在拍摄的时候，坦白讲，拍了半个钟头，我手会开始在发抖。游戏公司也找来潘慧茹饰演女主角。王世贤回忆，上次与她合作拍戏是在《斗嗓与红玫瑰》这出连续剧中，再次看到潘慧茹，她一直称赞潘慧茹变漂亮了。台湾情报记者李晨颖、徐维婷采访报道。